等一下，这是特殊的，干特殊的。第一阶段起雾啦，还好。干！好吧，我收回，还好我这句话，我这个中标了。没有。完蛋了，我一开场就要掰了。不要再！Oh my god！ 什么东西？哦！加速下降，还好。哦，完蛋了，我晕。呼呼，榜四的爽。我放安心的时机不对。哦不！又是什么 ？Oh my god！刚好卡住。等等等等等等，这有点晃。好多爱，好多好多残血的声音。No， 都傻小了，假碎了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哎，巨大家快速下降真的是很靠北呢。他的器官啊，这个哇啊八 Q 的我觉得我塞得很够了，我这边也好怕，还放你，明佑，你可以趁在 ESC 看一下，禁止你，我找到了，我马上找到，好多22，我右边那边有一个快要掉了，我看到我怕。我不敢再继续塞了。好多、哦。加十三，对，两个钉。有点不妙哦，超不妙的啦！有人快死了！而且我变回家伤害好。哦不！喂，这个锁住也太刚好了吧！我放歪了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。干什么东西？直接把我的砖块拖掉是怎样？我超不小。
哦，不是了啦！你、yeah! 看什么东西啦？我看到幽灵太操控了，我看到幽灵直接放下去，很过分。我玩生存就是要放幽灵啊，因为幽灵太猛了。我跟你说，好啊，我什么时候不会放幽灵？石头放石头的时候。你那生存放幽灵吗？那我那个竞速竞赛特别就直接放冰块。没关系，在那个暴风雨的时候，暴风雨的时候你也有伤害过我啊！你还嫌我不够滑，再帮我加一个冰嘛！我还记得啊，前恨都还在呢。你再跟我说心中，暴风雨天晴，你吃叉冰。前恨都还在呢，你跟我提。你跟我提旧仇，要不要新仇？不要再出藤蔓了啦！你多喜欢我绑藤蔓呐、啊？这么喜欢我束缚 play 是不是？我已经联系藤蔓几次了，你换一点别的花样好不？我操！就是要不这种花样好吗？我说的不这种花样好吗？那不然这种花样。是有什么毛病？不行了！哦天哪，我的妈呀，我看起来超可怕的了，喂喂！我掰！啊，完蛋了！没事，啊，不行，还是不行！一个刀直接连锁掰。这不行了，完蛋了！死前还是要放一下魔法。这有点太过分了。这要怎么放啊？我的天哪！啊，不行，倒了，这怎么放啊？白痴哦！你问我也不知道哎、欸嗯。我已经搞一大堆了。没人控制搞这么大的啦。下去会那个吗？哎、欸，哇！尴尬不行，卡是可以卡，但就是有点危险。哦，两回，我这晃的程度差母汤的啊！就这样吧，你自赢了。好吧，我也就这样了。你这个数量，我一看就知道了，你赢了。我掉太多了，我掉了三个哦，我记得。我目前掉一个。我掉三个，我掉三个就差很多了。他那个右边的空缺太大，实在是太大了。对啊，太空分，真的。哪有人空洞空那么大的、啊？真的，神经病啊！干，怎么会 ？No， 怎么？啊，第一个直接锁住，第二个也锁。干，这也锁。你是这么喜欢锁锁乐是不是？你这么喜欢警服配是不是？你好像怎么把那个联想在一起啊？干不要，
雾茫茫，雾茫茫，啥都看不见。好，我中招。啊不，还是弄，还是掉了。那你干又说，我还想说，真的很喜欢警服这一名啊，还说，我三个完蛋了，我要狙了。那你快点狙，看来是暂时不会吧？对，哎，不对，狙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这傻小，等一下。我去。等一下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白痴！我看迷路那边根本就是直接下来就倒下来就掉了，完全放生这件事情。我根本随便乱放了，那个快速掉了。我说你在根本就像杀队一样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我什么都不认识。太可怕了。哦。耶，怎么是这个星座啊？逆袭五小米毛病。这个的话啊，好像会超过。哦，太白，太那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笑，哦，等一下，你说你自己误判。你在你说什么？我聊五段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我看着一大票掉下去的时候，很好笑。不行，这太北齐了。这时间差也太刚好了吧？这个，我不管了。什么东西你不管？不关我的事、啊。他歪了、啊。你又歪了。现在有点害怕他连根拔起，就很尴尬。连根拔起你就完了吧。哎，完成！哇，太快了吧！我超稳好吗？我根本没有在尬枪，就只是做一个氛围而已。你根本就是把生存拿来当拼图来玩吧？